说一个确切消息啊，比亚迪的海豹将于十号正式上市，没有发布会，会直接干脆利落的公布价格和配置。到时候呢，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哎，反正背刺那是肯定的了，就看这个刀子啊，到底能把我扎的有多深了。 啊，先给大家说一下大概的调整内容吧。首先，增加了一个七百公里的入门车型，基础的配置跟五五零相差不多，但是使用到了一百七十千瓦的电机，而且考虑到它最终的售价啊，这个版本应该是会大家选择最多的车型，同时呢，也是精准去狙击 Model 三的专属版本，跟我之前分析呢基本上是一致的。 同时呢，五五零版本和四驱版本呢也会在配置和价格端呢做出双重的调整，比如说全系标配了苹果 NFC、EC 天幕，下放到了七百公里版本可以选择，并且呢四驱版免费标配，相当于就四驱版啊变相又省了八千多块钱。之前只有套件版才有的超级艾特克会在四驱版本进行标配，那之前那个套件的麂皮内饰啊，据说也可以进行加装了。哎，如果说当时真的可以这样选啊，我是死活都不会去选这个套件版的。哎，不多说了，先去哭会儿了。